What?有想法投点钱什么的，来录录一集。说实话，对线最强没什么问题吧？这个是一个一技能。哇，想杀起杀，现在这个 Q 空了。Q 空了，应该是上路打得很凶啊，不可阻挡，应该是挡了一下 W 的控制，还是有 W 的。老对线了，把自己撞得有点晕头。是这样的，来看一下 RNG 中野的一波联动，中路推了线之后帮助小龙宝想要控一下呀河道蟹，但是上路是被推线的，马上三打二了。来了，看这里先守到小龙宝，小龙宝这里要走了，闪现不交吗？摸了一下队友，摸得有点近啊，天一波过去是到了，哎呦，这里皮娜的还想再找一下小龙宝，互相在秀，这效果也可以了啊。那个是因为巴德游走了一波，我说单纯二 v 二的一个换血，哎，这里一个R闪，直接拉回来，盲僧二段踢把这个人头给拿下。小花张，看看这波有没有机会啊？哎，这波都没溜哎。巴德开动过来，直接先手到了维鲁斯，这波巴德控得很漂亮，但小花张这里不好出标，很痛苦。红色方这个小兵太多了。维鲁斯瞬间形成了一波反打，还把 Karma 给打跑了。对面豹女其实不太好来抓，这下路二人组的中路交拼起来，投了一个冲击波，但这个大招并不能够拉到。旁边豹女这一标精准命中了小虎，再上去一个大招将其拉回，盲僧过来可以摸小虎，怎么能摸到？他成功的摸到，给他刷新了包护盾，还给他踢到了一个塔下。巴德这一个控刚好控制了一个 Peanut， 救了他的一个命。两边的大爷瞬间实现了一波互换，上单两个双落 TP， 奥恩先一撞，能不能撞出来？没顶好，没顶出来，但是这个头锤撞起了一个在墙边的鳄鱼，鳄鱼被迫避出了一波闪现，表面还在苦苦的这个追击，这几个 Q 技能精准命中，给他套一个引燃，再接一发普攻将鳄鱼收下，但是还是激情起来了啊。是，就中路的一波激情碰撞。是，两边打野其实都挺及时的。豹女这一标寒冰的一个 W， 这要是我已经闪了，先闪为敬。哇 ，Mark 的这个大招也挺吓人的，挺真的很秀啊。对他这一波如果保下来，然后戴娜那个大又中的话，感觉有机会都已经把小虎杀了。啊，这波 New 的奥恩是被控的，所以第一时间那个大招没机会去顶了。顶的是已经有点晚了。这里上野两个人想，上野辅三个人想去抓 New， 套上一个手虚弱，看巴德的 Q 技能，然后想晕到墙上，有一个手不可阻挡，塔下挣扎一下，但是应该是不会换掉一个豹女。小明瞬间被打残，盲僧摸了他一下，又是一个关键性的护盾。正在路上。这波巴德可以远距离开团的，这里控直接控到了小虎，看一下后续能跟吗？杨澜直接召唤出来，再一个秀技能晕眩住了之后，小虎这里能走掉吗？虽然给了一个护盾之后，再叫闪一脚直接踢过去了，反身一个 QW 再次收下对方人头，完成了一波反杀，同时维鲁斯腐败鼠雷控到了狼醒，狼醒这里阵亡之后，一个变羊再次给到 Mark 也死，哇，这波抓出事情来了，出大了。再回头看过来，巴德虽然说打出先手。但是随后奥恩一个大招撞起两个人，掩护到了小虎，没有第一时间被打上全额的伤害，主要这个伤害也很难计算嘛。哇，小明这里闪现过去一个疯狂生长顶两个，非常非常的关键啊。 RNG 真的对线也不怎么样，就打团也很难输出。看一下嘎啦这个位置闪现躲掉对方巴德的一个大招，同时花蟹偷来了一个羊来之后直接撞顶起了嘎啦，再接暴雨的一标已经打上，现在高地塔的一个血量也特别的低。本场的 OP 选手是给到小虎全场输出第一，分均伤害408。现在肯定先抢中路兵线，然后现在中野小虎小龙宝也联动了起来，先入侵野区，又想开团，小虎直接上后了，从侧翼杀过来，想先找到 Karma 好像不需要小虎用大招了，瞬间就融化在地。这边没有什么清线能力的，现在这个位置只能尽自己的全力先把二塔给拆掉。反正奥恩输出也不高。对。这里哇，这个蟹这个回血相当快。但没什么蓝了。打一套还是可以的。
拆了也没有什么后续了嘛。看一下中路这里，嘎啦走位躲掉了巴德大招，反正一个腐败锁链，哇，是被秒解，这好快的手速。他这个不仅是好快的手速，而且是预判型的手速，他是用干锅解掉自己身上的控制。是干锅解自己控挺难的，反正我是不会。在这里，露露给嘎啦套了一个大招，嘎啦瞬间又被融化了。刚才两个人双人组啊。看看啊，这里奥恩再落地，但这个时候他没有大招的，刚才已经放过了。这边想先手到，想先手到拼娜的房子，一个闪现拍，没将其拍死，换去回身一镖也没镖到人，双方拉扯。这波 RNG 不太好接啊，主要是小虎身上的蓝还没有回得过来，少了个 ADC， 为什么要在这拉扯接团呢？但这个大招冲击波还是拉到了对方拼娜，拼娜这里先阵亡，不过后续西叶的一个伤害也是将 RNG 这里全员给打残 ，New 宝这里也走不掉。哇，隧道过来两个人，西叶闪现杀疯了。再去找小虎，小虎现在虽然说有双 buff， 但他没蓝了，盲僧给他一个，没有办法了。小龙宝也要死，看一下后续防御塔的一个伤害，伤害比较高，想尝试一下。我们再看这波，这波就是在后续这个拉扯中啊，还这一波就算是拉到了对面人，但是也没有必要再继续上了呀。就后续再上队友其实完全跟不了的呀。而且小虎虽然说有双 buff， 他没蓝呀，蓝 buff 回来没那么快啊。就刚刚说到他身上蓝还没回上来。而且塞拉斯这个英雄，他的一个单人 solo 能力实在是太强了，疯狂回复嘛。这波出事，这波老哥那些抓机会抓的也很好啊。是。那这波双方继续十个人在中路一波大乱斗，哎，一个大招先没拉到，要再找 Pinat 发了一个大招想保护下，也定住了小虎，但在后面大鳄鱼想进场被激发了一个血手，看看啊，这边哦又一个头锤撞起了一个西叶，西叶现在是让一个战神要偷了一个露露大招，他自己肉的飞起，又是想粘一个盲僧，一个强撸撸到收在了盲僧，双方打了一波一换。一换三，刷新，我们要先抢中路兵线，然后去做小龙附近的视野了。老玩家是肯定不想放这条龙的，现在也是来到他们一个强势期，看一下这个羊，在正面 Pinat 这里已经先行摆给了，上是没有闪现的，被对方集火秒杀。是一个豹女，而且二十几分钟的一个时间段，身板很脆的。看一下 RNG 这里打龙速度非常快，战斧花朵先看一下龙，还有两千多的一个血量。这里直接偷来的一个羊来撞到是 New 宝了，红双已经成功的将大龙拿下了。老玩家这里要撤退吗？那必须撤退了呀，这 RNG 现在刚打了大龙，生龙活虎的，怎么往小龙那里赶呢？肯定要先往小龙这里去，先把视野给占住，因为这一幕我好像见过，说实话马上 Pinat 也复活嘛， Pinat 现在复活从家里走出来，双方马上要围绕这只小龙来一波争夺，大家身上被套了一个手续了，想先找自己的老朋友 Mark， 哎呀，仇人相见朋友相见，分外眼红啊。是这样的，问题就是出在为什么要往小龙这里赶，击杀掉人之后正好可以拿龙魂，刚才为什么不直接往二塔就中路高地走，就这一幕我见过，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那一场比赛，我们先来看一下，这里直接踢回来是一个鳄鱼这里应该是要直接被秒掉，小虎的伤害非常的高，在这面暗影燎原也打出来一个伤害也不怎么样，小虎在特意的一个冲击波是逼退了 Pinat， 第一时间 Pinat 并没有什么角度可以进场，这里破坏多了一口之后 Pinat 非常的危险，只能向后走，可是 Gala 这里不想放你走，一发 Q 技能是逼出了 Pinat 的闪现，在正面的CA原地交出这个精神之后想要秀，但是这一下没有能够拉到，身上套了一个护盾的 Gala 开始疯狂走，哎，这就是帅头的维鲁斯吗？这一波 RNG 大获全胜吗？快乐都是别人的。我们再看这波，这波是原因啊，哇，这是盲大吗？这波应该没视野吧？啊，这里狼行的是一波大招绕后，但率先要被盲僧所踢到，而且队友跟不上啊！你看他这个角度，你库尔玛一枪一枪打在对面奥恩身上，而且你看他的大招也没有伤害的。你看这一下下 A 的太不痛了呀！这个嘎啦本身都已经是残血了，却一次次濒临死亡，却又活了过来。是这。真的真实拔罐好吧，现在可以看到小虎也是把自己的女妖做了出来，接下来法穿爆再一堆叠的话，其实对面是很难去管到他的，而且嘎啦这里身上因为有个露露的一个加持，开始疯狂的走位，完全不怕露露大招倒了之后，狼血这一波进场是没有起到任何的效果，狼血这里已经先倒了，而且顺势一波推进应该是可以把高地塔也拔除，而且在正面缺少清线能力的一个情况下，感觉门牙塔也不保，现在老哥那几个人要迅速的回自己的水泉，赶紧补给一下，抱一个温泉，生龙活虎出来要去接这波，不然自己的门牙塔一个两个都要倒了。腐败锁链先一个大招，先找到一个 Mark 赶紧解一下，看看这里啊，第二个门牙塔也倒了，蓝色方需要冲出去打了，不然的话这个老家就保不住了。现在老哥那不打一波先手吗？现在我嘎啦在屏幕的上方已经一下下走位 A 到了一个 Mark， 这波盲僧也踢过去开了一个金身，但是主基地啊已经保不住了，巴德控了一下秒杀了维鲁斯，但是RNG 直接集火主基地将比分扳平1-1。